每次看那种数十条瀑布一起倾泻而下，就感觉真的有那种万马奔腾的感觉，真的会有。回北京真的感受不到这种感觉了。而且我真的，我已经沉醉了。你已经醉了吗？是吗？已经醉了。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后座是吉隆堡，眼前就是万峰湖的美景，很刺激。